有人吗？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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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！Hello, hello. 哇，汤普欸 ，hello, hello.欸、不是你前天开那个睡觉台？哎、欸，不对，好像是我睡着。没事没事，汤普 ，hello hello。根据我直觉，这游戏是要玩捕食。对对对对对，你看过、哦？那个，我想说 ，Steam 那时候，你有看吗？那时候 Steam。突然想说，他有个愿望助力还是什么，就看看着看着就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像素中文，主角，你名字，好哎、欸，坦克这个嘛，不对。你怎么？他是这样吗？完蛋！好，进入游戏。不对，不对，这应该是村民说的那个古老的宝库。好诶，原本在这里做一个古门，在100多年。这个游戏，哎、欸，但我没按，白痴，我什么都没按。等一下哦、喔，等一下、喔，等一下、喔，等一下、喔，就音量还是有点大。这游戏就是主角是捕食，其他都是没配角。你怎么冲锋？我们上啊！坦克受到一定伤害，治疗他们。首先选择坦克的头像或他的血条。你看那 QW 啊。干得好！现在我们第一次施法，使用刺激治疗术给他们滑出群在发出是那种按一。Hello， 干得好！现在滑出他被治疗好。现在你掌握方法击败白骨骑士将者什么人？注意。对于法力，我就要认识了。好，明白。什么自动施法、啊？恢复术，恢复术很适合单个目标持续治疗，实在难按两下施法，按两下。那啥，那什么，魔兽世界的捕食啊，要玩捕食，先来玩这一款。欧元早安，欧元爸爸早安。真的、啊？金币地宝库地图，继续。对，这是什么？看起来像什么地图？我大部分这些人。早安，早安。访问天赋，学习各种技能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什么脑袋啦、啊？
左键选择一个天赋，右再按左键右键可以提升或降低他的等级。有四个职业，每个都有自身独自的长处和缺点。好，明白。一点早安，天赋名称什么意思？哦。哦，这套盾的哦，啊，这是啥？德鲁伊、牧师、咒术师、圣骑士，哇！能回到魔物魔兽世界，OK。干嘛？咦，已经有很多时间。有没有选择来这里了？我的名字是木。哎，看，我没按，我没按。哎，不是哎，等一下嘞，是我不能接手吧？哎，等等呢，等等呢，我都没按呢。嗯？阿贝今天休息哦。设置成就，你在缤纷了没有？我什么都没按，我没有按。那我要取你名字哦。情心安安，这什么？哦。BOSS 手册有关于 BOSS， 你可以选择一个 BOSS， 包含一个 BOSS 我会掉落，是不是？明白。不看了，打就对了。你又学两天，那你们要玩什么？看你那么可怜。开始战斗 ，Ikimashio。你是不是会玩？哎，哎呀，你怎么那么聪明啊，小伙？你怎么变聪明了？这不是我认识的你呢。查看 BOSS 讯息，看不懂什么？他有第二阶段。行きましょう。队员需要 debuff 效果，选择花束，听见这个作用，捷径树口一般法术可以进入，太小了吧？有些法术不可以进化，但是这个哦，明白。三，哦不，那回到魔物猎，不魔兽世界的时期耶，好怀念哦。啊，那时候当捕师当一当，当到被嘴，这嘴很不爽。那时候明明知道补不好，补不起来啊，坦克就自己爱拉很多的怪啊，以为自己很坦，气死。回到避难所、欸、你去看我 FB，最近不是一大堆来测试那个吗？测试那个什么什么你的好友关注度的那个什么鬼东西的啊，结果我嘞，我关注的前几名就三个。欢迎来到装备库，这里可以给治疗者装备调整，给治疗者穿装备或影响全队哦，明白。啊，请问我是拿剑治疗是不是？好的，
行きましょう。两点。刚恢复。番茄安安，对啊，不是啊，如果这游戏感觉没办法一直死欸，我觉得 FB 好像排名都怎么算的，有几个比较常聊的都没有莫名消失。对啊，我明明有在小林或是蓝蓝那边聊天，结果没有我欸，想说是我们真的关系不好了吗？没有这样吧。我跟楠楠关系还不错啊。哎，来了，送死送死！阿贝上阿贝！哦！我死了死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！我太高估自己了，我怎么靠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回到冰冻所啦。阿杯，你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。那么改名字啊？看一下，就武器面板，可以也可以改。阿杯。完蛋了你！还有谁要当？这是坦克，这是第二个可能会死的。走了，阿贝一二，阿贝二三，行きましょう，阿贝 ，Go Go 阿贝，注意，有时候会有环境效果造成伤害的相关因素。好的，行きましょう。干嘛？哦，哎，这游戏不是很容易呢。这个是这个，我觉得这个一定是有玩魔物。魔物世界的魔兽世界啊，是魔物世界！天啊，魔物猎人世界！哦，这很忙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干，我保护好你了哎、欸，说点好听的话。稀有法杖，治疗者火焰伤害，团队冰霜伤害，治疗强度。所有单位直接接受飞奥，飞挖耳朵，回到避难所，魔兽猎人对，尤欢安，哪里有书库？这里吗？智慧宝库是这个，不见明白，破剑。好耶、欸、好耶、欸、穿衣服咯。今天天气真好，对，这最适合出去晒恩爱了。噔噔，等一下，点天赋点天赋。我稍早有去玩一下魔物猎人，但是我只是在
踩道具而已。因为我真的没人陪我玩，我好没有动力玩。想说等看允悦他们什么时候要玩，再跟他们玩。你要跟我出去三爱吗？不要，不要。有话走，我们去晒恩爱。睡觉挂台，你还没睡哦。Ikimashu， 至少四点天赋投资在德鲁伊里面。好嘞，可以了。嗯，生命绽放，绽放，绽放。恢复素生命绽放，哦，这样不错哎。哦，没得点了。我以为这是挂机游戏耶，就是你挂着都不用动就可以玩了。结果不是哎，因为之前玩过一个手游，它就是真的是纯挂机游戏。有没有自动战斗啊？奈乌鸦，对，看你们都好久，好像很久没玩日马了、欸，是不是很想念我？静安安，我们在操作阿杯，欸，很累欸，妈，担心你死掉。打后面的阿杯，阿杯做事啊！哇，阿杯你好强，阿杯哦。阿贝你怎么那么棒啊，阿贝，哇，那先给你死啊，气死，死不了欸。哦，这啥，月亮的礼物，治疗强度最大法力没有。当治疗者满血时，或者额外每秒回复。好，回到避难所。嗯哼，这是啥？物理坦克物理伤害，狂浪式物理伤害。克，哎，一样哎，坦克闪电伤害，反正。走了阿杯，走了。做人太成功，不是要我死也死不了。你确定？你确定？我要改叫废物了哦。中毒伤害嘛，对不对？三，没啦。阿杯三号走了，阿杯。摩天龙是啥？按下 AD 可以移动治疗者 A， 或是场内的物体移动。是啥？
B 组的红色试探暗示是要干嘛？哈，又多慢的。好，好，我更好的锤子出现了。孩子回家哦，现在孩子回家就饱啦。避难所屋技能屋可以持续法术，调整法术喽。用合适的法术战胜诀窍，你可以在这里配置法术栏，常回来看有没有解锁新的法术。哇靠！哦，驱除 buff， 格鲁伊，俊杰治疗。大这样好这法杖看起来像狼牙棒，你说这个吗？不会啊啊，小心一点啊！左一个锤，右一个杖。还没有玩到精髓、欸。打他，打他！好。我画面在摇，没伤害耶、欸。都不用打那个，天哪，浪费魔！回避难所，为什么会发光？轻打到的也不对啊！等一下哦，都有额外的介绍，也不对啊。想玩魔兽世界，可是现在很难玩哎、欸。现在要我回去，我真的玩不下去。锤唯一，哦，我看到了，它好像是给圣骑士用的，是不是？有那个左边有个图。行きましょう。那算了，真的啊，现在就是好像30等就可以去外域了吧，还是20等就可以去外域了，现在等级压缩很快，反应速度也很快，在艾泽拉是好像20等吧，就像在暴风城你要待到5等6等就可以去下一个地图，
我那时候一上线就看到，我那时候一百几忘记了，130吗？还是140的等级？一上线看到好像剩下70几等，哦，15就可以去了，那就对啦。我觉得变得很不好玩哎、欸，虽然现在是因为不像以前的那种，怎么讲？以前的时间吧，以前一些小孩子都不是小孩子，都长大啦、啊，没时间玩了。哎、欸，普斯好忙哦，天哪！我跳，我变得不一样。对啊，现在又是即时战略的时代啊，线上游戏真的很没有时间玩。我要物理伤害干嘛？但是再出现很烦，干，妈出一张嘴！恭喜你十等了，你可以把天赋的效果继续变强。对于一个天赋来说，精通是不会超过天赋级别。了解，头啊，怎么听得懂？他说精通什么？对于一个精通点数，什么是精通点数？那、啊、我精通点数要干嘛？哦，看到精通了，有了有了，有位有位，加死最大法力。加治疗情，要两点了，外挂满天飞，对啊，不是那样子啊，所以才觉得很多游戏很难玩。生命值队伍最大，生命值坦克格挡率队伍最大，队伍闪电砍进坦克格挡率2.2。哦，头盔嘞？头盔放哪？我头盔还没解锁吗？哎、欸，唔对哦，头盔要放哪？哦吼，哦吼，哦吼！哇！玩宝可梦阿尔宙斯，抽到敌方最后层。玩单人模式，对啊，我也是啊。哦，之前抢进去还被人家用那个T卷踢掉，好不爽。
一样烂。每个玩家级别增加二坦克强度啊，每个玩家级别增加五狂浪之神啊，每个玩家增加一啊。哎，有项链了。先吃早餐了啊！我正要打日马了，你要吃了、哦？我包，你去吃包。那、啊、这个是什么？胸甲。卖。啊啊！怎么一次卖啊？卖掉所有绿色物品哦。那你看什么国士无双？来，你让我看看。打不过欸，阿贝，阿贝你要死了欸，阿贝，这狂杖是在扛欸，好像有群体治疗，还没学到啊。不是不救，不陪你一起死了好吗？那该在哭哦，你在考群体治疗，这个可是魔就会耗很凶啊，魔多少？刚好85魔，45。对啊，嗨，哦，原来我打那么，打架，不是倒了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回到避难所，不是倒了，不是不是不救，不是先倒了。干嘛？不是在搞啊！哎、欸，很难呢、欸。我这游戏很简单呢、欸，难怪刚打不过，打两星的白痴。右手边有安全的地方，不是要顾的地方真的好多哦、喔。我真的在赶，我真的在打、欸，天哪！
我好烂哦，还想当捕食啊？好，继续。干嘛的啊？哦。阿伯那么想要钱啊，阿伯。欸，紫色的欸。好，我应该要拿红色的。好，回避难所。在该哦，在努力救了哦，很难救欸。完美装备。这个装备品质大于死。哦，这个意思哦。哦，装懂，哈哈，呵呵，还没有，开启的16等，哦，精通这么多了，行きましょう。好的，嗯，先这么早开哦？对啊，其实睡一下下啦，有点睡不着。有一点点而睡不着。治疗强度每六秒，所有队员恢复2.4哦。作息又乱了，没有啦，是失，也不是失眠，就是做噩梦起床。哇，神圣木。我现在都会睡一下午觉之类的啊。推荐等级16，行きましょう。我看很痛欸。
哦，好难补，好难补，好难补！我的天哪、啊，这什么东西？怎么那难补啊？哦。当捕师劝退的游戏耶，天啊！想当捕师吗？先玩过这场游戏。他们说品质到死啊，哪里看啊？啊，休息休息，换游戏换游戏换游戏。怎么办？要换什么啊？早上有几个活人会打麻的？退出。OK。换一下分类编辑。是吗？储存。问一下哦，棉被猫安安，还有谁？寄予安安，喂，开，哦，啊，麻子有脱开吗？我突然 host 到别人去了。今日も旦那様にお会いできて、舞はとっても嬉しいです。调整造型，干！多老面孔，没事啊。哎、欸，怕是没有人抢进来嘞，最难过是这个。然后最好笑是麻子是明天，应该说今天才玩那个鹅鸭杀啦，白痴。他行程表明明是写昨天，哦。因为。你知道我刚刚你的血量只剩下血皮吗？剩下个位数把你奶起来很难奶欸。阿开睡觉台啊，没有啦，是他那个啦，他那啥，他最后那时候是看他行程表是礼拜四那个鹅鸭杀。来，你也太早了吧！哎、欸，九点半，哎、欸，九点十五分还好吧？刚已经玩完一轮游戏了、欸，哎。早安，小鱼。你不知道补起来吗？哎、欸，就很难补啊！我刚刚连自己都差点死掉哎、欸！人类一败涂地，人类一败涂地又不是五人游戏，五人游戏就是 day by day 来啊！资源难难，
然后我前天少领了一次每日登录奖励，好亏哦，少了多少30颗哦。他可以五人啊，我知道可以五人啊，人类拜读地也可以一个人啊。在讲什么啊？你在讲啥？楽しみ。我看他谁麻子也有13号星期五吧。我属在国啊。焦りは戦略転換の判断力を低下させる。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つ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シャーシャーリーチ、ツノ、チートイ、ドラミ、ドラ、ハネマン。没事小鱼，我不会难过，我不会难过的。哇哦！哦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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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哇！又差一张发，没事。哪有啊？欸，至少他有来啊！原本以为他不来，对不？对不？你都有我了，才不要难，哎，才不会难过。哦，你说火，你说火鼠哦？干，你站哪一边的？我刚奶你奶那么多次，他叛徒，游戏废人难安，废人。好冷哦，好冷啊！被风放直接吹我的头。你站在国师那边，好啊。你加油，他还在努力。会冷的话，他是说来根火柴取暖吧。大餐呢？玩具哎！阿妈哎！心を静めねば。心。哎呦！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違いないのじゃ。
早上好。今天忘记要拜拜。还有今天什么？初，今天十五、十六。农历十六，对啊，我就记得是什么初二十六才是拜拜啊，为什么那时候会聊初一十五拜拜？奇怪。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、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欸，我吸血鬼的瘾已经退了欸，我要玩多久、哦？我已经三天没开了。哦，对，三天。我最后一次开的时间是3月15号，游玩时速21小时。我吸血鬼已经退瘾了。七，啊，惨呢。什么？哎呦。哦，哇，你推推，ツノ、ハチ、ボラ、ボラ、マンガン。阿北。啊，才五张，放弃吧，阿杯，别想了。哦，这牌我熟的，你从你跟他不熟好吗？你才不熟嘞，想骗我？哼，小杯杯。醒来了，小贝贝，醒！掉打掉，看，哎、欸，对，干嘛不吃？靠腰，靠腰，怎么不吃？果冻枣。看你怎么
都那么大。哇哦！リーチ、トン、ラブトン、ドラニ、マンガン，炸人啦！任務完了，全目標達成。单推全部谁啊？哇，这么低！红花少女安安，哇！我要怎么办呢、啊？欸，小鱼是你，你会怎么玩？双粒子，欸，ダブルリーチ。这牌真的好扯，我刚才想要不要试暗刻哦。这样算了，吃个蛋糕好了，吃个蜂蜜蛋糕。它要精华吗？不会精华啦。我起手马上摸到一张发财，哎呀。双粒子扔错牌，但不是啊！你那边捏表情符号，北七，不确定，没事，就没有赌钱，玩好玩的而已，不用看那么开，不用看那么严重啊！就是跟观众玩好玩的，没有赌什么东西，又不用计较什么。哦，对呢，你在和国市，你还把一条拉出来，你看几张了？有没有七张？哎，剩35张，你慢慢玩哎。想说可不可以单骑？我们单骑。你才4张哦。你真的是梦想大师哎、欸！
给你们安。哇，太无情了，太无情了。W G Toy。哦，原来这是你呀、啊！那我看东西，只要我有兴趣啊。啊。问号什么？你要国士无双的是不是？感觉就是呢。这个人他要国士无双的。哦，没有哎。五 PT 是什么啦？我不是跟你讲，我很讨厌人家 FB 现在敲我吗？你还没敲？玩笑，自然客单起。哎呦！清一色哦，你是忘记了哈？我是有说过，我现在很讨厌人家 FB 敲我，我现在已经被 FB 霸凌得很惨，你还没敲我。段位分哦，啊，就打有人场是打什么段位分啦，先生。神社の鎮竹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从头到尾都一直跟你讲说这是打有人场了。要我再跟你讲第三次吗？我在跟我的观众同乐，你不要每次都讲的那么认真严肃好吗？他们今天想怎么玩，他们开心玩就好。啊，我也喜欢嘴他们，啊，也喜欢看他们搞大牌。不会说过你看不惯的话，你就去看别人的牌是怎样的啊？哦，それポン。哇哦！像这个常常合不到国师，我常嘴他啊，合到我也是恭喜他啊，但是他从来没合到过啊。那、啊、他们很多时候也都是在做节目效果给我看的啊。
好，阿杯最后一场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你的最后一场了，来，给你好一点的。让我掏出啊，阿杯没了，阿杯小杯杯。只好掏出钱包以示歉意了。那你还是多敲我一点好了，多得罪我一点，好不好？杰云，责任才东商哪来最后一场？我觉得差不多了啊。东山已经是你的斩杀线了，哎。好啦，可能是我的啦。东山，他搞不好不是你飞出去啊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说是你啊，我是说东山的差不多了，他没有说你啊。我怎么丢错牌，超像在打国师？有道理，对不对？哭吧！阿伯哭吧哭吧哭吧，是罪。七，你还不胖啊？小孩子还胖，我大人都有梦想。好哦，好哦，嗨，番茄。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、ならば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哦，水喝太多了，好饱。啊！哦，我饮料喷出来了，靠腰。可以透支斗内。哇，好蠢，好狠！我好喜欢，我好喜欢。不用1922了啦，你直接叫 FBI 来找我比较快啊。看看钱包哦。有了，
有入帐通知，感谢捷云的超级留言，谢谢。就小额付款啊，现在抖内可以月底再缴。哎、欸，这很危险呢、欸。这种东西我真的很害怕哎、欸，我真的很怕看不到的钱呢、欸。所以我很怕用信用卡跟悠游卡，超危险，因为你都不知道你到底有多少钱，你就一直花下去，就很恐怖啊。嗨，魔王安安。教主，你看我掏出钱包的时候，你还不懂我？我不懂哎、欸，到底怎么了？你不是给这个钱吗？还是你有多给没看到？感谢超级贴图。哎、欸，你那边晚上了吧？赶快休息啊！赶快休息，赶快休息。你放弃了？哎、欸，小孩子才放！哎、欸，小孩子，说句吉祥话来听听。所以我就算现在有信用卡，平常刷抖内氪金还是用金融卡？对啊，我也是啊。所以我才不会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有叫过那些外送平台的东西啊。我现在都是用现金支付，不然就自己出去买。看不见真的太恐怖了，我会怕。哎呦！啊！哎呦喂啊！让小额支付余额只剩下一四叉叉，还有教主说的，我刚刚掏出钱包那个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你的钱包了哈。刚刚道歉掏出钱包的那时候，你就要注意你的钱包了，什么意思？我要开启通知是不是？哎呦喂呀！感谢超级留言。神社の鎮竹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你差点被我四岸客飞了哦，小飞飞。好啦，感谢阿飞啦。Super Gen 阿杰，转生日。转身日麻新手，叫转身日麻新手是什么？奇怪，最后一张发到底在谁那边啊？知道哎、欸，原来我差点被你飞啊！哎、欸，发在这，阿飞发在这里，找到了，找到发了。要抖内给你的捷运的意思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别干！
字呢。那你赶快吃早餐啊！我刚刚大伤员差两张，一张四发啊，另外一张嘞还四发。嗨阿亮，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笑诶。谁啊？李吉。李吉。龙的。你是睡醒还是没睡？有睡醒，我有睡，但醒得很早。我2点睡，4点半起床，然后就剪片剪到7点半，然后看一次那个，哦，看剩下第一季的最后两个那个灰夜姬，然后看完大概就是9点，快9点，然后就，就醒。不啦啦，就开台了。简单来说，当我掏出钱包的时候，就准备偷塞钱给你一只，比如现在。你偷塞钱要跟我讲啊。有看到了，感谢捷云的抖内，谢谢您，让我开台有动力。一杯狗。ドラニ三倍マン。哦、oh. ，ミスター，哦，ミスター，哦，哦，ミスター。所以教主，你不懂我了。你已经多久没给我了？哇，好练财的话，你多久没给我了，男人啊？最近都是番茄给我，以前你很懂得说，不是啊？你要知道，这是靠缘分欸，也是对啊。最近不是隔壁三位都在开加班台吗？啊，不是钱都花在他们上面了，对吧？怎么还会轮到我呢？不过最近皮肤变好好、喔，只是我的设计师给我跑去员工旅游，害我现在头发，头发现在害黑糖，我现在头发可以绑小马尾了。然后最近其实我刘海是朝上，然后夹住的，也不是夹住啊，就是有一点怎么讲？不是冲天炮，是头发刘海是向后压，然后就是压了，把它向后压，让额头都透气。设计师，对吧？理发师，
复古酥油头发型没有啦，头发往后，也不是往后梳，我是现在是用那个耳机把头发压住。变小啦，西洋安 ，Hello， 哟，你昨天跟我说要记得喝水，我就喝，我乖乖喝水。我最近真的戒掉饮料了、欸，也不戒掉，就是比较少在喝饮料了，然后有点难过。没有，就是我在想，是不是就是因为戒掉饮料，然后导致那个那啥，就是没吃甜的嘛，会导致那个是什么？因为吃甜的心情会好嘛，不是有人说那个成分在吗？看，我已经两个月没喝水了，喝水以外的饮料了，那很好啊，你现在皮肤应该很健康吧？所以你变忧郁了吗？对，我就是这几天都在做噩梦，然后心情也非常非常糟。也不说心情非常糟啦，就是快乐不起。刚开始戒掉饮料的时候会有点不舒服，会有依赖，对啊，跟戒烟一样啊，对不对？戒不了你的己啊，不能，最近说好不能再撩了，不可以撩了，繁星不能再撩了。你需要买糖果吗？没有啦，不用啦，因为其实戒掉糖也是好事啊。嗨，索尼克，我捡到你的遗物哦。全糖真奶太甜了，我牙齿会痛。我现在无法接受全糖饮料。如果真的不太行的话，还是可以稍微吃一点点哦。你要来喂我吃吗？糖会上瘾，真的很恐怖。像我最近跟一个人在聊，我就说，欸，我最近已经喝了三天的水了。他说，哇，很棒啊，你进步好多哦。我说，但是就觉得心情变得好沮丧。我在想说，是不是就是因为戒掉糖那个饮料那些？他说啊，对的，有可能欸。然后他就好像有点难过，就说还是你不要戒好了，不然你好像很不舒服。我说没啊，就加减戒掉啊，这样子。我说好，你就是我的糖，你过来，让我尝尝。不喝饮料差那么多吗？因为我从以前到现在都是饮料，都是爱喝饮料的啊。可是已经过了三十几岁了。过了三十几岁了，就要开始调身体了、啊，不然你那个你的那些肾脏那些，啊，万一肾结石那些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所以就开始每天水就喝比较多。哎、欸。唉，算了，我记得饮料当水，对啊，我就是饮料当水在喝的啊。那时候就是纯吃茶、柠檬红茶嘛，每天都可以喝到两杯以上。
因为茶类的话，如果没有甜，我吞不下去啊。肾结石还好，喝糖饮料的话是胰岛素抗性比较麻烦，是这样子吗？反正那个朋友是做护士，哦，就是那个啊，燕子啊，就是跟前阵子蛮常出现，现在又不见的人。难怪我皮肤一直好不起来。对啊，所以有一次是因为前年吧重感冒，然后导致那时候皮肤突然的变很好。然后说就因为感冒就是在睡觉，然后就在喝水，所以才导致皮肤好起来。太无名。有一次因为喝不下珍珠奶茶，因此 po 文跟他道歉。什么意思？你有一次因为喝不下珍珠，你跟珍珠奶茶道歉哦？是吗？这样子吗？这样不知道该不该说感谢感冒欸。欸，我那时候应该真的要谢谢感冒欸，而且我感冒的声音会变得非常非常好听。非常好听的那一种。天白大家都要试玩啊。不过那一次没多久皮肤会啊。一个礼拜吧。那时候一个礼拜皮肤就变差了。所以期盼教主早感冒早日吗？可是我已经两年半没感冒了欸。我就去年不前年感冒那一次之后就没有就欸。我前年跟大前年都有感冒，都是在生日的时候感冒，结果不对哦，我去年开始就没感冒了。我大前年跟大大前年那时候都还有感冒，那现在就没有了。ドラちゃん、悪いね。过了那么久，神に好かれる灰なぞ。いくら来ても同じなのじゃ。阿才爱你啊，干！哦，算了啦，发财。神社の鎮竹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看！啊啦啦，しょうがないの。哦吼吼吼吼，来吧。原来我那么亮哦！我打出了三暗刻啊！哭哦！
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。你要什么啊，姐？这张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ラン。怎么我有小三了？拜托，我自己射了好不好？感谢阿姐 Super Game 还有日麻新手。哎，哎，自己射就这样打出去了。CD 好了没？是要干嘛？是想干什么？不知道呢。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他好了他好了，无名 CD 好了。想房号吗？可以啊。蹲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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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搞不好都剩字牌有没有？清一色魂老头，哦，混一色魂老头。哎，该碰了吧？第几？你看啊，南风没出来嘛。难，如果是跑出来了，ミスでしたか？リーチ。那就单纯是混一色碰碰胡喽。还有呀，无名 CD 完了没？无名 CD 好了吧？四千七耶，无名。
还有タンヤオ、トイトイ、ドラ、リーチ、ピンフ、イーペイコー、ドラ、リーチ、タンヤオ、ドラ4、ドラ、ハネマン。完了，这一波换血。看来前面只是吓吓人的。可惜什么？可惜不是你。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、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。牵过我的手。等一下，好像水喝太多了，肚子好脏。哇哇哇！断线了，断线了，断线了，断线了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三倍溢满。舔过我的手，你说狗吗？リーチ、リーチだ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猪血糕。舔过我的手，你怎么那么恶心啊，杰云？哦，受不了哎！哇，因为这首歌真的会跟拿鹿头连在一起哎，拿鹿头不是吗？可惜不是你。耶耶！不行，牌好小啊，好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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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我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不行，牌太小了，对不起你。我没有注意，就碰下去了。好丑干嘛？不要那张脸，不要那张脸看我，等下戳下去。YT 又没跳通知啊，没办法，因为有怎么讲，就是像之前他们讲的，你最近又不常直播或怎样的话，你的台就不会被推广出去啊，也不是这样啦，就是说你就算直播好了，你观众越来越少的话，你被推出去的机会也会变少。那张脸，这很欠打啊。我会开台的时间，那你知道我真的想要半夜偷开台吗？正常啦，用 YT 十几年的一次通知都没跳过，哇！那这样子难过的是我。半夜好累，没有，因为睡醒啊，睡醒不知道干嘛，就想要玩魔物猎人，那我就跟不了了，对吧？得修，就跟不了了，得修。有开没有啊？就是说你
你影片没人看的话，就是不会有看，就是不会有收那个啊，不会被推出去啊。嗯，这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。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。一夜月早安。你要想一下，哎，你最后一次 CD 开启的时候是口了我，哎，知道吗？前两局的事情，你口完我之后，就进入 CD 了，还是你在过程中有口了别人？啊，刚好把 CD 用掉，然后遇不到 ，long 没有 long。哎咻！砰！这么多台，那么多年，一次开台通知都没跳，哎。大小，我没宝宝。哎，摸到断了。这个给你。杠。哎、欸，对呢，无名还在，我以为结束一场了，抱歉，存在感太低了。哆啦用，正听。好像是口了声母，对不对？你一定是有过程中一定有口了谁啊？嗯，不要说用很久，我从来没有收过通知，我自己找一个时间发的小铃铛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每次说什么，请别忘记开启小铃铛，我想说，干啊，小铃铛就真的没有什么用啊。我连我自己的开台通知都没有收过、欸，哈哈哈。我用那个分身账号，从来没收过我本尊账号的那个通知过。请别忘记开启小铃铛，以免错过我的什么那个影片通知哦。完全没有通知。这场结束我要插一下那个废纸啊，还是现在插、啊、因为有点好像快湿疹就潮湿，然后裤子又没有透气，就前阵子不是很冷的时候吗，就不小心穿了一件就是不透气的裤子啊。对我前阵子不是说我屁股很痒，就是那件裤子很不透气，就好像就导致有点失真。我、哦、现在真的是年纪大没有形象，天哪！再讲一大堆，完了。那西亚该不会就这样不爱我了？如果有开的话，代表我对教主的爱很深。啊？啊？你要不要听听看？要不要再听一次你说了什么？潮湿闷热，我手也会失真。对啊，就是。哎、欸，对，昨天是谁？一夜月你在跟木木聊那件事情吗？因为昨天打魔物猎的时候，有发现你们在打那些，你被分手。那我教主推你穿后空内裤，那是什么后空内裤？后宫还是后空？没有啊，是不是内裤的问题，是那个是裤子完全不透气，
然后我家人的意思是说，不透气就是会保那个啊，就是会把热锁在里面啊，我说锁你个头啦，锁。得湿疹的啦，锁。我气死！你怎么对感情不是？是因为昨天，然后昨天我们因为我们在猎龙啊，我又不好意思打断那个关格麦，然后讲话啊。你也知道我这个人，对不对？后宫内裤听起来很有吸引力，对啊，我也觉得哎、欸。马西亚穿过的，我要马西亚不能穿丁字裤哦，你只能穿四角裤。还有我说的是后空，我知道啊，后空啊，静静看着木木。不是，就是你们昨天那边聊啊，然后阿木木，你看又勾起木木兴趣了，是不是？他又在那边讲一大堆。啊，确实嘛，他昨天也被无名警告了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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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烂好烂！あら、一位ですか？感谢，不会不爱啦，那就好。哎，哎呦，好少看到这只丑丑的角色哦。纠草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不用，我 Google 就好了，看你目录干嘛？白痴哦、喔，你是说那种婴儿那种有扣子，然后把它撕下来的那种东西吗？干，这是你哦、喔！啊，对呢，你叫鸭子哎，靠腰。对呢，对呢，是你呢，是你呢，商场樵夫。不是，这是黑糖哎，这是我徒弟哎，他该不会要来杀我吧？啊，来吧，黑糖，这是你的毕业考，完了。无聊很常在其他日吗？有啊，他有出现过啊，他有出现过几次。突然的毕业考啊，不是老师都喜欢这样子啊？哎，突然一个期末考哦，各位，啊，课本收起来，不发期末考啊。哎呦。动画角色，他是那个什么牌对决，斗牌传说里面的角色。他、啊、那时候是在网络上看到那个真人版。神社の鎮竹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突然就考起来了，对吧、啊？没有，那因为那天就很细心的慢慢教他怎么玩日马，然后就是说，好的，老师。我说靠，认真女人。然后还差点是因为我说什么？我说哎、欸，快点教你打日嘛。他说不行，有课。我就跟他讲说，赶快回家，女人。然后他说他的室友觉得他同学觉得我很像霸道总裁。我说哦，我不是吗？不是赌博末世录啦。这个画风是赌博末世录没错，但是这个不是。你可以看斗牌传说，里面都在讲麻将的东西，因为画风是一样的，鼻子尖尖，眼睛大大，胡子翘翘，敢哭啊？霸道图，
对啊，差不多啦。嗯，他就是很爱抽人家的血。哎、欸，没了，干靠腰，打掉打掉。啊，不行，我真的想戒掉讲靠腰这句话、欸，哎，还有干。昨天在打那个俄罗斯方块，一直在讲干干干干这样子，从头到尾在干。隔了13年，有这么久、哦？こんなものわしにとっては不要。集没了，还留89，没看到，在看聊天室哦、喔。而且刚刚明明有 K 粒子哎，我还在等7啊，我在想什么？我记得是说3年呢、欸，那时候是说待拍时间是3年。然后骂脏话的时候，小萝莉在旁边。对啊，你看西亚在旁边听。我还在那边干来干去，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七，对啦，乱七。灰色和绿色有什么差别？灰色和绿色有什么差别？你跟我小。盖牌。啊！啊，至少你是加十，不是诚实，好，对不对？你不是诚实的小孩。那昨天米娅那个谁，陈米娅那边说，哦，我喜欢贝贝哦。我说，哇，好啊，不喜欢我的声音是喜欢贝贝的声音啊，难过，难过。脆了脆了脆了，如果未来西亚会说未来吗？哇，你要等我了是不是？换我等你还是你等我？哎、欸、好，来啊，我打我就打，来我就打。那未来你还会继续看我吗？搞不好未来我就没做了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不是吧？1 2 1 2 3 4 5 6 7 8，我会喷血哦、喔。嗯，好，那就好。以后找米米就用王北北的声音。有啊，我就这样想耶。柴米，你想不想一起去抓稀有奇怪宝贝？我繁星没做，就换繁星来看我。哎呦，那你可以养我哎、欸。嗯，两番，相信安安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我叫你爸，你打我妈。七，哎、欸，刚刚说要擦痱子粉呢、欸，等我一下，我擦一下。
然后照顾兔子的，哎呦，有你这种主人真棒。还是你是说你要照顾你的兔子先生，而不是照顾我？我会跟他拼命哦！我知道兔子先生一定比我好，但我会跟他拼命哦。边上课还边挂台，好，挂台可以，那请不要上课看台。你也会好好照顾兔子，嗯，好，很好。啊，番茄继续保持。不过可惜了，豆牌真的里面那个爱抽血老爷爷最后生念。对啊，他说拍完之后的两个月还三个月就走了，我觉得很可惜。一个老顽童哎、欸。修罗之上有个小 bug， 4-6局这种流局算合牌的话，后面的话就会没有，这个 bug 一直都在。我们那时候就算没有4-6局，而且后来就是同一个人，他会拼命的合牌。那时候就有一个是有人合断腰九，明明就只是断腰九而已。结果他就糊了一个背满的牌出来，超好笑的。这种断腰九一番，就后面是合了一大串那个数字，然后背满。我们都玩过啦、啊。龙龙龙龙龙的狗，没去上课，所以来看台。我那时候是突然想到说。香港那边说放暑假了啊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那还是白天来开个台好了，然后也怕小鱼无聊。自封流局要这 bug， 哎、欸，我上次玩就没有啊，是刚好没遇到吧？嘟嘟阿浩把我渡掉，哇哦，哦，开心开心。リーチ、チートイ、ドラニ、ドラ。哇，还弹舌呢！ドラニ、ドラニ、ドラニ、ドラニ。啊，这一局结束，我要去尿啊！才东山哦，啊，飞了我，飞了我，哈哈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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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小奈安安、啊、最好笑是早上五点六点的时候抓到嘎嘎在看一个退取的台，我想说那时候在看中华一番，看着看着突然就是隔壁突然就想说，哎、欸，有个台 V 在玩那个，从那个不中华一般玩日马、欸，然后点进去看，就看到嘎嘎在那个等待室里面，我想说，哇，拍照拍照，不管怎样，先拍再说。哪只嘎嘎？不是小鸭，就是嘎嘎，嘎嘎该该叫。他说他要到垃圾，所以不能睡觉，就找事情做。都有突破的痕迹，真的很扯哎、欸！帮呀！走啦，走啦。啊，对呢，我刚怎么没碰？靠腰。
算了啦，算了啦，算了啦。那你能多逛逛，很容易遇到病友。好的。什么病友？你是说直接在退取搜寻那个雀魂麻将的分类就好了？突然一群兔子声音啊，没办法、啊，就我们这边的粉丝就是共通的啊，又不是说今天是欸，今天什么？今天是突然一个我们完全不知道的台币在开日嘛。然后开了日麻杯，有里面参加的人40个，没那么多啦，好，没那么多。哎、欸，干，这样算我正听哦、喔，靠。哎、欸，然后可能好啦，二十个里面有16个都是吐窝的，那才是扯的好不好？你们这些耳熏的人。耳熏一场，鹿子鸭入侵日麻了。繁星又不办日麻杯，靠腰！你知道团团办日麻杯也是说很累很辛苦吗？那请问还有谁有办日麻杯？就除了团团没了吗？对不对？杰克有吗？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也可以没办啊。ツノ。リーチ、ツノ、ピンフ、タンヤオ。西亚那边也是兔窝的。啊，没办法、啊，西亚是我带过去的啊。我把兔窝的抓去西亚那边的、欸，我跟他讲说啊，那个谁佑成，我就跟他说，哎、欸，西亚的声音还不错听哦。然后佑成就在那边，在他的初配还是什么啊，不是初配的隔一天，就打说听繁星说你声音很好听，跑来朝圣了。我都看在眼里啊，小心一点啊！我活下来了，哼！我想尿尿，我想尿尿。噔噔噔噔噔，唉，想要分送一封简讯给你。我好想好想你。上礼拜六和西亚的龙珠格斗表演赛。好、哦，礼拜六我在干嘛？还在阿尔宙斯对不对？还是结束了？我礼拜六在干嘛？对，还在阿尔宙斯。干，错过。妈，到处都有眼线，有没有？感谢繁星的推推，没有你那时候也是有跑来我的台，然后想说，哎呦，不配信，好，加油加油，给你一个支持，就点下去了，就这样而已。然后后面才会想说，之后有来就说，哎、欸，可以去听哦、喔，他声音还不错听哦、喔。啊干，对不起，打错，反正什么简讯告白。来，你给我把你的手机号码打出来，敢不敢？反正这边不会有那么无聊去打啦。啊啊，会震听，打掉打掉。你说拿眼线笔啊？没有啊，有个兔子叫海棠兔啊。他就是天生有眼线的、啊，你去搜寻海棠兔，还蛮可爱的哦、喔，就是有点熊猫眼的兔子。
你他妈的，你回收屁呀、啊！去死吧！去死吧！好像没机会了。哎、欸，对呢，干你在这边呢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这边乱玩。哎、欸，我上一局忘记无名在，这一局忘记黑糖在，完蛋了！我完完全全忘记了。来吧！你毕业了，要不要开一班授课？我死了，不是啊，我赶快尿尿，憋好久，你们自己抢。啊，没办法，太想尿尿了。好、啊，回来了。哎、欸，怎么没人了？哎呀，这是路人还是？不是吧？是谁？我刚想说，快点，学生，我想尿尿。我痱子粉早就撒好了，我已经撒好了啦。哎、欸，我这七场打完的手体感好像我已经打了八场了哦、喔。我的天啊，病友是又吐窝的神经病啊！来，我们瞧不起他。我们来瞧不起他，给他嘘声。这样好了。你上课用手机打牌，你就试试看，你下次看到你就把你踢掉。好好上课好吗？那昨天允月说什么？我要不要为了你特地关台，让你好好上班还上课的？哎、欸，我曾经真的有这样干过哦，就是有人那边上课说在，那有什么在上课，然后听台什么，在玩游戏，然后就直接为了他直接关台，开台不到两分钟吧，我说安安上班，哎、欸，上课在偷看，然后就说你在看，我为你关台哦，然后就几秒后就几分钟后就关台了。快下课了，一样啦，还在上课，好吗？请好好尊重老师，尊重我们。要叫院长，没有院长就只有在打麻的时候叫就好了，没打麻的时候叫什么？低调一点。哦，好痒哦，
干嘛啦？那自习课可以跟台吗？不行，可以挂台，可以不开声音。小鱼，我要摔滑鼠咯，我要摔滑鼠咯。先挂台，等等上班。好，拜拜，不拜拜啦。好的哦，我要接近电话了哦。我觉得你应该跟我一样，涂抹湿疹较高，被子已经没有了。我有湿，我有涂啊，那个我有涂啊，干246哎，我的天啊！哇，魔法棒棒你干干，我已经够帅了。我刚提到什么东西？我刚提什么东西？为什么突然提到我够帅？我的爱只能够让你一个人独自拥有，我的灵和魂魄，去你妈的！你是不是要这张？在你心门口，我的伤和眼泪化为物流。怎么撕我？怎么撕你？等一下，我们现在话题到哪里了？一个突然说什么我够帅了，另外一个说什么我撕他。上面有人说要用土葬死我，你可以不用理他。你如果不喜欢，你就拒绝掉啊。因为关于个人烤鸭怎么用啊，这种东西就是个人隐私东西啊。然后我当时也是跟他们讲说，个人的东西好好保护好啊，啊也不要强迫人家去加什么人家的 FB 什么之类的啊。而且他刚刚不知道打什么鬼东西被我们编过一次，什么黑灰色跟什么粉红色哦，我打什么啊？你就看你的造化啦啊，黑糖。测试什么？玩一下哦，赖是不是？测试赖？没有啊。骗我，空大啦！哦，你回来了哦！你说你刚刚被ban了，你早该回来了吧？过多久了？哦，那你还是问一下吧。追寻你时间滴滴答滴答答的声音。小鱼，我要申诉。那你说，你北七，你刚刚自己回收讯息的，你回收讯息还敢申诉啊？那我跟你讲，你要打小鱼，我要申诉，拿加个双等鱼，看看你申不申得了啊？就看你怕不怕。看，看呀，联系。哇，你长好正哦！哦，灰叶鸡走那么好看，哇靠，这什么东西？这叫什么？表面张力。
你不打有人场的哦。哇，他的第一次就给了我哎。我推坑成功。为什么坑？你说会业绩吗？没有啊，之前那谁阿金也一直狂叫我看啊。那时候在 FB 上阿金就说给我去看。你问我就说，对啊。主要是之前真没时间看啊。不是啊，你电话就打出来就好了啊。我不相信会有人真的打过去啊。那我跟你讲，你回收我敲你也是合情合理的啊。我为了看你回收什么，一定要把你ban掉啊。不ban掉你，我看不到你回收什么啊。我看了吗？我看了四集吧，因为真的看不到干嘛，就没看了。因为灰夜姬是至少第一集就让我有兴趣了。阿碧然的话，我是已经看了三集还没兴趣，看了第四集我真是皱着眉头一直看不懂。乌龙茶那个，对啊，那时候就是杰云跟我讲说什么乌龙茶的，我就点进去看。哦，然后那时候讲说哦，懂杰云什么意思了，可是他笑点呢。我想，那笑点是在哪里？看不懂。咦，原来讯息没有跑出来。其实你们很多打字的讯息，其实很多都没有出来过。就像刚刚那个谁，那个刚不是起板的那个被ban的，他其实刚打了一大串一长串，那个原本是应该是后台锁起来的，然后后来是我想说在打什么，先解开，解开之后因为在打嘛，解开之后看，哎、欸、不对耶。他在洗板呢，那就再把他那屋门就把他敲下去了。哎、欸，不行哎，我这场最后一场了，我想睡觉了。没办法，睡了这几小时，两个半小时。悪いね、それ当たり。
就说我们这一群人有阴阳眼啊。我们有阴阳眼，我们是抓鬼特工队。リーチ、ドラにドラ。マンガン。呵。他再来乱就能逼下去了，好啊。好哇、啊，有何不可？天空好像下雨，我好想住你隔壁。来，白痴哦、喔，我那碰下去了。他站在你家楼下，抬起头数乌云。住我隔壁，欢迎什么东西？干，唱歌都不行哦。Hello Hello， 请问那瓶红酒是啥子意思啊？不愧是兔窝内的两大猩红作证，还好啦，他们有时候也是，就是都在边的边界，那么你们有时候打字其实都已经在躲在危险边缘，有时候无名也不知道要不要下手还是怎样，都是先口头警告，就像昨天木木吧，那边擅自给我聊起来，哎，啊无名也没有直接先回收他删掉他的信息，就先口头警告。所以我才每次都讲啊，你们不要讲一些会让他勾起兴趣，好吗？请不要要聊感情事情，请等我没有联动的时候再来聊。那不要等到我在联动，结果在聊说那个木木有感兴趣的话题，那感情的事情嘛。我在干嘛、啊？我以为我是东风啊，不不不，南风啊，北七哦，白痴！那个阿亮，请适可而止。没办法，应该说常驻最凶的扳手是，请适可而止哦。你被警告了，你小心一点哦。你玩笑开过头喽！弄，哎呦，不是哦。哇，他直接来欸，干！我开台欸，而且妈的，那时候还在教那个谁，小鸭嘎嘎吗？那边说好像讲的很有经验。感情大师欸，这我才教人家怎么谈恋爱之类的，哇！勝利の果実は
この私のもんだ。你要被口了吗？没有，就有时候讲讲话不要一直讲讲超过啦。哎，好啦，最后一局咯，我真的要休息，到十二点。好想打，你可以找小鱼啊。他有在看其他台吗？好像没有诶。喝水用，刚有喝。你要喂我吗？啊！哎呦，怎么那么丑？哎呦！我每次发言会担心会太超过，没有啊，我都没理你啊，你的话还好不好？你可以帮我施展变美味的魔法，那要收钱吗？要收钱我不要。可是你的话，我可以要。你直接被无视了，我没无视你，无视你你就直接不会把你的弄东西念出来了，好不好？气，我还是你喜欢这样子的，你喜欢被当空气的感觉，不敢开声音先上来，好，拜拜。啊，女仆咖啡厅的那一种吗？对啊，啊不然还有哪一种？就是讲摸一摸一句我还行，可是你真的要比出那个东西，我没办法。哦，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。我觉得他是那种爱情的什么。动画、漫画有的没的看太多了，还小说看太多了。不然可以推大家去看那个啊，知道吗？灰夜姬啊，想要牵手就先去打工，打工就有钱去租渡轮那些东西，然后就可以顺利的牵到女孩子的手，对吧？不收钱，哇，对我真好。看太多真的不是，我觉得他看太多才会导致他一直很想要谈恋爱啊。失敗しちゃったかも。各种事故的情节上，而且他有时候讲话都很喜欢在开车啊，要提感情或开车的东西，就会勾起他的兴致了，好吗？要是跟男女有关的东西啊，都是，不然男男男女女女女男都一样，对感情有幻想，对啊，麻烦欸，麻烦的孩子。不可以乱开车车，那我带你扒车可以吗？
我其实也不是每次小雨开了雀魂麻将，你们等一下可以去进攻小雨台咯。小雨打开了雀魂麻将哦，财富密码已经跟你们说咯，上吧。不啦，我不知道他开是怎么回事啊，因为我有跟他们说有打雀魂的，然后说有七天的那个每日登录。发烧列车可以，那没办法，那没办法，我发不起啊。然后像现在捷运打的字，他大家都看不到的。啊，有请我们的小帮手啊，拍两下手就解编了。嗯。为什么被编掉？看一下哦，查看被删除信息。身为成年人的我想说一件事情，今天跟健教男玩这件事情，白痴哦，杰云不要打这种东西好不好？人家还小，虽然他的意图这真的很不轨，难怪你被 ban， 那杰云，你活该。我好啦，你这不给过也好啦，直接讲太直接了，好不好？怎么了？你打字，他打字不行啊！直接说跟想跟人家啊，太直接了好吗？你说的很现实，你太现实了，可以吗？你要想一下呢，我的台诶，还是有像西亚这么可爱的小萝莉在。理解。你要顾一下小萝莉呢。听说这边可以吃300，吃什么300？还可以吃永久呢。委婉一点，传统，讲真的啊，男生哪个不是啊？纯纯的爱情，我觉得以前还可以的，现在没有了吧？现在要纯纯的爱情，怎么讲？路上找吧，就那种宅在家的都不出门的那种，还指望有得恋爱的那一种啊，那种还稍微安全一些些。死掉了。リチツモ一つ。你好扯！あら、まさか1位を取れてしまうなんて。今日もみんなと思う存分。哇，菜鸟 CD 完了！哇哇哇哇哇！哇，好扯，没事，他就是我们的疯人院的班长啊。精神病院不是怎么变疯人院的？精神病院的班长啊，对，所以每次看到三巨头，火鼠、柴鸟跟阿亮，是吗？同事啊，还要凑个五巨头。可是无名常常在 CD 耶，常常在睡。还没十二点呢，不行啦，快睡着了啦！我去看小雨有没有开，好吧？啊，小雨，你有没有要开？知道有没有开？哈基醒。好啦，晚点看小雨有没有吧。你们在 DC 互相聊，这样咯。好，西亚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他在段位，啊，有好多。好啦，那就这样，感谢各位，那大家晚安。他进段位了，看一下有人，竹悠悠在同之间，哎呦，太无情了吧。好，拜拜拜拜。
拜拜。怎么我才开两个半小时，我总觉得很像开了四小时啊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我感觉我开了四小时以上欸。